管闲事的地精，准备受死吧！说不定你们早就彼此认识了呢。诬陷托起！这以前有发生过吗？啊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这是第一次。又是我，这是我们第二次交手了，这是我们第三次交手了，放弃吧！不要，一直回来烦我，拜托！我们到底得耗在一起多少次啊？哦，Hello，又是你！我就知道我会那样说。我到底以为我在做什么？我一定要阻止我，趁我还有机会的时候。你绝对赢不了的。我知道我自己的所有招数。你要用法？你来自未来？那我们到底谁会赢？我们都很后悔你要做的事情，除非我先阻止你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！我以前怎么会觉得那是好主意呢？我以前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呢。别又来了。准备加速了，来做个了结吧！这次一定要成功！费了好大功夫才想到这招，再过几年你就会学到这招了。哇，真的快昏头了！提醒自己避开这一战。等等，你应该还不会才对。这边我有印象，我上次有做过。我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才对。不对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停止，开始倒带。哇，这倒是第一次。哇，我们真的把时间线弄得超乱的。你会害惨你自己的。总算把我给解决掉了。等等，是不是有点矛盾？谢谢您的观赏，觉得不错的话帮我点赞。想要验证的事情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人声语音安琪拉，由工研院文字转语音，为服务提供。